今日工地混凝土的代志，真正就感谢你主动出面替阮哥解决问题。恁个说着声的是吴明杰个啦，是同安爷林妹，我只是出一个嘴尔。搁再讲啦，就算你无认我是陆家一份子，至少我是永兴集团员工，替公司出力，这嘛是应该。我感觉对你的态度唔是真好，啊，不过请你体谅，我是徛伫咧保护我厝内底人的立场。所以我无法度用过去的方式甲你相处，我嘛有我的为难。你会当好好甲我讲话，我就感觉真欢喜啊。过几日时间，我一定面包送翻来创活给你看。至少离开之前，替米姑、替老家所做最后一件代志啊。哎，等，你带来江云。你不是讲要带我去看我二哥，等下出发干用的？当然行啊！前几天我才明夫讲，伊的小妹安姐去看伊，我相信明夫看到你，一定真欢喜的。你嘛较笑面的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帮着讲啊！我嘛相信王瑶绝对袂想讲要甲静宇安尼高高低低这种想法啦，伊是你的小弟呢。可能我阿哥上喜欢食的物件，竟然是我上讨厌的凤梨哦！你无骗我哦？是真实的啦，面糊哦，面糊来烤面物件，拢最爱食的。参有什么凤梨酥啊、凤梨虾球、凤梨冰棒，不管是啥，伊拢最爱。那安尼，咱是去买凤梨蛋糕去看。我要不是米姑，那该叫米姑啊！安姐。米姑，伊小妹安姐来看你啊，你卖对欢迎感觉奇怪，那是因为伊想要见你啊，伊唔甘你就讲袂出话。阿哥，我是为我是安姐，是嘞，难道是该见面，对乎你看着我哭？你袂怪我吼，我知影这段时间你足辛苦的，嘛足打拼想要活落来。不过你一定爱会记，你毋是一个人，你爱赶紧真心倒来阮的身躯边哦。其实我感觉你笑到上欢喜的时阵，就是伫个旋转木马遐。看来阮阿哥对你的影响真正足大。尼姑，今仔早我无骗你啊！当初鼓励我，爱我勇气，面对生命所谓挑战糖果妹妹，竟然。是你搞袂过门的小妹，明哥，上爱就是啊。文瑶，安杰，
即摆到底变成你这人是啥啊？你像一个叫伊咪姑，啊一个叫伊二哥，到底你是啥？你即摆是咧要对出来啊？我袂听你这嘴讲讲，你是啥？你讲，你是啥人？你讲啊！爸，爸，安姐，你有你爸爸处理。是嘞，我也讲不出话，那是我想不到，会这样紧就伤你的心。我真正不敢，面对今日告别，但无今日，看看，我是一定要面对的。忘不掉，今麦倒一家，这是你的亲生后生咪姑。那阿弟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我跟你后生咪姑是做伙。只要家庭大汉的，我甲咪姑的故事真好，我的感情好甲亲像亲兄弟共款，我互相挖苦，互相照顾。你两个拢是孤儿，你要哪知伊就是罗家真正的子孙啊？是安怎遐尼拄好你现厝的年太公，遐尼拄好叫阮爸，是安怎你有咪姑身上胎记？也阁，你的 DNA 检验，甲我的爸爸是完全符合。是陈忠信甲我斗相共的。你讲啥？阿哥，原来你是陈忠信，拍来阮老家的鬼。是空的。哥，你这条不要讲完，那是有夸张的。忠信，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有一天，咪姑。发生真严重的多重器官衰竭，伊需要一笔足大条医药费。我估摸了赚安尼侪钱，迄个时阵陈忠信就出现啊。你讲，这条费用也当负担，替咪姑渡过难关。啊，无条件是，还要配合伊进行一个计划。我找咪姑三十年呢，今日，互你甲陈忠信说过去，甲你去做咪姑，甲你刷转来阮老家。忘掉，这就是陈忠信的笑容，这就是伊做会出来的代志。阿是嘞啦，卖讲是嘞。原来你对我爸阿家亲吻，拢是假的。你难道去变一个阿妹？三十年来，跪着心要替家己后生的爸爸，你个公婆，你就话你讲。有我这个爸爸，你我讲，你当做老家的子孙啊，你干嘛做英文嘞？原来这拢是假，这拢是假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你是安怎？爸，你讲啥话？你真正就该死的。为了拄只讲啊，伊是方便的，伊嘛是为了要救我哥，才让陈忠信利用啊。我就是讲奇怪啊，是安怎陈忠信遐尼清楚咱都甲所有的动作，原来就是你一个啊，报应啊！头壳甲讲，不怪，
你一回来老家，你就用要替明贵妈妈讨公道，一直在找我的麻烦。你代替陈忠信走入去老家，给我做心压力，给我主动跳入去陈忠信所设计陷阱。你害阮永兴集团损失一笔钱，搁差一点啊，永兴饭店的外主人，你先哭嘞你！你想咱命来糟蹋阮的真心吗？啊？为什么啊？想不到我会这么紧又搁重新回来埔顿啊！当初那边啊，我全部拢超好势，刷来你两个照你的想法甲理想自由发挥啊，无论安怎。我拢感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会当重新回来整顿学校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真好。当然啦、啊，我相信你嘛会做到我看到。你在滴我投资的所在。董事会已经一致通过，关于给谢东勋先生最后一校长的职务即刻生效。廖孟志同学。你前一阵啊，牵涉到真多有争议的事件，包括周正儿跋楼楼，还佫霸凌朱晴天。尤其是最近，你又佫卷入一件假的抢劫案，唔呐罪证确凿，而且佫闹出新闻。那像你这种品行这么歹的学生做模范生，唔呐对其他优秀的学生无公平，甚至会严重影响到学校的名声。主任。我讲的够有道理，校长，你讲了无唔对啦。那呢，你就抓紧速度，把代替廖孟之模范生的人选报起。好，我马上来处理。校长，你拄则唔是讲你会阁替我瞧？那有别人讲，校长，即马在家，啊，够你，你做到讲啥？替你瞧，还是要瞧啥？我真无简单，才让阮爸有一阵仔欢喜的代志。伊若是知影我模范生的资格，互人做销，伊一定会对我做失望的。主任，你拄则讲你会甲我斗三工，结果校长一转来，你就随便做一个哈巴狗，一直甲伊讨好。你嘛受过限制，你就是一个墙头草，啥物都管。廖孟之对你安尼大细声，而且还对你讲出一挂人身攻击的话，已经严重侮辱到老师的尊严了。你都应该提出撇脸，应该处罚就处罚。看是要叫伊去扫便所，还是跑操场乱个？廖孟之，伊拄则对我讲的无礼貌，即马去跑操场五日。主任啊，阮感觉你安尼替学生啊，真正受过超过。你，都会有你呢，都怪你姐。许世伟同学，你是对朱玲的处罚有什么意见？哦，真无义气。那安尼啊，恁即马去找厂长找你。那还变怎嘞？恁哪够有意见？就加倍，继续。对有恁家的墙头草，我是有足侪办法，会当给恁教甲乖乖乖。你真正倒来啊？你来啊！我本来想讲要找机会甲恁讲的。校长，我本来想讲坐遐真久，会当和你伫个记者会办会一程，想袂到变做这种结果。之前我就是抱着爱的教育的理念，想要用爱来感化遐学生，也毋过事实证明啊，我做不到。只有胡萝卜却少了鞭子，安尼是无。所以即届，我要特地执行新的教育方式，安尼才袂辜负学校，也佮学生对我的期待。你拄则戆心戆心，是咧烦恼你阿爸的代志啊？我不过我是感觉怪怪的，伊规个人的态度拢变啊咧。我嘛感觉伊个较早无共款啊咧。啊对啊，你拄则想要跟我讲啥？哦，其实无啥物代志啦，我都想讲我有。哦，我的目睭，我刚刚怎咪今日去安尼？你是安怎？我替你看卖者。你有要紧吗？子欣，
我无代志啊，我去洗洗尿啊。穿新的发带到底家？这敢是我一直买送给我的？